台湾有个迷思，读历史就是知道过去的事，真的吗？不是，读历史就历史思维，读历史有个很重要的事，我可以这样，跟你的生命有关，叫历史意识。我前面大概说过，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动物，过去未来在那边讲，你要做一个抉择。像蒋友柏来讲，这样，他的阿公是总统压迫者，他阿祖更了不起了，蒋介石。而蒋友柏本身觉得怎么样？我要做个抉择。我在台湾长大，他变成一个有名的台独主义者，他应该独立的。其实马英九说起来蛮可怜的，他女儿会觉得自己是中国人吗？他女儿可能觉得自己是美国人，会吓到。他也做他的抉择，有点像我们开喜宴一样，一个将军旅长位高权重，可他自己小孩愿不愿意当中华民国国民？不愿意啊，他跑到海外，这当然也是他们的一种选择。那在座各位，你们的选择可能又不大一样。人土不二，我们就是台湾，我们就活在这地方，怕的，我们就是在这土地长出来的。这是我们的抉择，可能有些人是这样的抉择，所以这需要批判，也需要反省，需要有些反思。那有时候有些反思是非常重要的。你知道，啊，其实第二次大战结束啊，有两个侵略者，啊，一个是德国，一个是日本。那德国来讲呢，它是一个高度的反思。我前面说过了。德国从来不觉得自己战败，他现在已经不觉得自己战败，他觉得自己怎么样？我是获得解放。以前那个政府好可恶哦，他压迫我们人民，做这么邪恶的事情，让我不得反思，好解放。他做错的事情，我应该负责，所以我要赔偿。他跪在纳粹前，诺曼底登陆，他会去参加。然后整个德国里面。最重要的终战的纪念碑在柏林里面，是纳粹屠杀纪念碑，里面就是坟墓。像我哥去德国，他觉得说德国坟墓很好玩，一般都很好玩。小孩子在那边荡秋千，老人在那边下棋，鸟还在那里，很漂亮的地方。可是，在柏林那个纳粹纪念馆那个墓碑，你几乎走不出来。在呐喊，孟克，他告诉你说，我们以前德国做错一些事情，让犹太人就走不出来，高度去参。最近德国中有一本书可以出，叫《我的奋斗纪念》，全世界，我的奋斗，台湾早就卖得下下叫了。反正希特勒怎么主张是他家的事，言论自由。全世界只有德国不准出现纳粹的服装，会像万字符，你不可能出现种族歧视。那你知道德国经过这些反省，德国有什么抉择？德国有个运动叫做。新时代精神运动，它基本上是一个共产主义。我们这世界科技已经这么发达，我们应该把我们财富均分给全世界所有大家，而且甚至科技发达到大家可以不知而已，不跟而死。新时代精神运动是相当左派的，
强调分配。德国人读大学，我们去念也不用钱嘛。这去德国是不是你没看？没有太大的忧虑，跟美国不一样。所以德国这个新时代精神运动传来台湾，我们就叫新时代力量，对不对？一个政党，最近好像有位推人出来选立委。德国是全世界绿能的代表。福岛核灾的时候，德国就有点难怪怪。德国也是全世界和平教育推的最好的。他们说：“啊，对不起，我以前去那个，我们一起来写历史课本吧。”大家彼此讨论。不过注意哦，这一起写历史课本是民间，不是官方主导。民间不是官方主导，不像我们这个课纲。这个课纲是谁写的？大陆有个将军叫辛弃，下次告诉你。好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找那个网站？官方跟中共的军人，拟好课纲之后再给他看，哎，你这课纲不对，哪里改写？所以出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这课纲明明是我们总统自己定的，就后来还要微调，哎，调的幅度之大，不可思议。我是觉得他是有中共的压力，不然其实不用这么急，对不对？你就等了司法院，跟德国不一样，德国是民间，我期待你的谅解，我们来缔造和平。你知道欧盟其实现在靠德国，那德国这样子，其实这德国的形象是很好。像我太太以前小孩子在喂奶瓶的时候，他就是找德国奶嘴，他就特别喜欢开德国车，对不对？现在美国车都消失了，福特变成奥迪，福特变成 Volkswagen， 美国克莱斯勒变成 Benz， 都被德国买走。德国的电池或什么之类的，它是很强大的，蔡司镜片，然后什么之类的，它有一个信誉的标章在。当然，德国冷气不能买，因为德国人不喜欢吹冷气，跟我吹一样。听说他冷气只要抬一下就漏水。德国人的好像只有冷气在开，不然其实德国大概某种程度上。就是一个健康食品，好，追逐他们去追求那种社会公益，不赚不应该赚的钱。好，德国大概是这样想。那日本呢？日本就不同，日本绝对是一次战败，不仅战败，而且我怎么样？我遭受非常不公平的待遇，我被丢原子弹。我是一个受害者。我不是个加害者。日本人到南京去看见南京大屠杀，哎，吓一跳！怎么会有南京大屠杀？这样的状况，他们还去参加靖国神社，他们对于他们虚构历史没有检讨，他们还觉得他们是日本。可是这状态底下，你会发现到日本有没有国际影响？日本有没有朋友？我们就看这个 case， 我觉得日本其实没多大的朋友。福岛核灾，他的捐款在全世界第一名，因为他们毕竟是在全世界的小国家。他为什么害怕他？除了台湾之外，中国也害怕他，韩国也害怕他，东南亚也觉得你一直欺负我。其实那路会越走越窄。他没有转型正义，在往下。
那么有几个刚才说过，其实你没有反思，没有忏悔，就差这么多。这就是一个历史的意思。你要面对过去历史，德国人很诚恳的面对过去历史，做出一些抉择。我们讲这个是，其实台湾是，其实我个人觉得台湾算是有点国际流氓。当然我会说我们没办法加入京都议定书，可是你知道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《不愿面对的真相》？美国没有加入京都议定书，可是美国几乎各州全部都怎么样？符合那个规范。我们就算没有加入，我们毕竟是活在地球村里，我们其实可以讲，我们必须这种有这样反省。全世界都觉得 PM2.5 很糟糕，可是我们的台塑竟然还要燃烧生煤，对。这是一个很离谱的状况，好像，好，我们就直接到这里，对不起。好，那什么叫公民史学呢？我就以这一张，这一张好，这一个又这一张，我们就讲这个。它基本上是讲英国下水道的历史，在1858年就它下水道臭了一塌糊涂。凑到国会没办法开会，只是国会没有改。到1875年的时候，才有公共卫生法案，告诉你说工业革命造成公共卫生很大问题，政府必须要确保那个干净的饮水，确保下水道，做好食品安全检查。坏，为什么政府会做这个转变？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。一个，大家知识逐渐增长。那时候细菌理论，知道喝肮脏的水，这样讲话听得懂。喝肮脏水会治病，会得霍乱。大家也害怕得霍乱，霍乱一下就死了。而且英国有个亲王就得霍乱死掉。英国的企业家发现到，我的员工如果一大天到晚得霍乱死掉，我工厂就要停工，很麻烦，我可能会输给德国，所以他们很害怕。这个状况底下不行。那另外一个非常重要，是1867年的时候，他民主化，以前的投票权是你要有参权限制，你要很有钱才有投票权。现在终于怎么样？每个人都有投票权。后来到1875年的时候，他们就过了。那这个案例告诉英国的国王生什么事情？告诉英国的国王生，我们要怎么做社会改革？我去说服，让大家相信。和肮脏的水的治理，说服我们国家需要有下水道，说服我们要通过这个法案。那整个过程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民主化，第二个是教育。老实说，这次课纲政令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就公民审议就好了，我们就公投就好了。有什么争议？没有什么好争议。其实有时候民主就算了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民主啊，算起来算起来，算起来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苏格拉底这个人？有听过苏格拉底？苏格拉底，雅典公民会判他死刑，我说死了。因为雅典市民，他有司法民主，大家都觉得有罪啊，我尊重这个结果，就喝啤酒死掉。台湾的司法没有司法民主，所以胜的人也会觉得不公，拖太久；输的人更是觉得不公。这是课纲也是这样，因为你没有民主，你没有审议民主，你没有程序正义。
然后这个会告诉他，告诉英国学生，民主是我们珍惜的价值，才可以让我们生活品质变好，才不会一天到晚吸有毒的空气，喝肮脏的水，一天到晚得癌症，或是得霍乱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教育，教育绝对不是廉价。我个人是觉得他的教育真的是太廉价，太不负责。像历史来讲，考选择题，说历史事实就是一个飘动的，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呢？历史要跟学的人产生历史意识，你要知道他对你的影响，你要跟他对话。学选择题怎么可能跟他对话呢？我去问大好中心可不可能做非选择题，他说没钱了。超级不负责，这种是多重要的事情，钱没有投入教育。你去看到我们台大，我们台湾一年的所有教育经费还比不上哈佛，他们一定捐款很多，全台湾的藏书量总和起来还比不上哈佛大学的藏书。他们有钱人的文化，大家知道比尔盖茨不是政府会资助而且不干预。你知道哈佛的学生，你会觉得学费好贵哦，可占整个学校运作的基金只占十分之一，十分之九是整个社会支撑。那他们有很有钱的下，像比尔盖茨，他们有一个有钱人文化，三分之一的钱做公共卫生，像做下水道，三分之一的人捐做奖学金，三分之一的人帮助需要的人做慈善事。可是我们有钱人做什么事？我们有钱人有世代证明，有看到穷人王永庆死掉的时候，他一天到晚偷砍上我们嘉义的树木，我们嘉义监狱里面还有关王友在的记录，他明明是三老鼠，他没有反省，他没有把钱回馈，有四千多亿藏在里面，然后搞到后来死掉这么久了，家属还在争遗产。这在国外这是个 scandal， 羞耻的事情。有钱人，我们政府怎么不去怪那些有钱人？我们今天社会出问题，常常都是掌握权力、掌握金钱的人出问题。他没有像样的文化，没有投注教育。我同学在台积电工作，他台积电文教基金会，台积电一年赚多少钱？3000多亿。国家免税40%，1200亿。国家基本上几乎都完全免税，可他捐做台湾的教育基金多少钱？3-4千万。我就已经觉得台积文教基金会哇，做好多事。超级荒谬，我们媒体这样去美化它。你跟三星比，你跟 Intel 比，这些都是好，真的是应该践踏的。好，总之呢，我们的历史教育呢，恐怕是好不能像马英九这样还跟中共站在一起，不能像微调课纲一样跟中共的将军习近站在一起，你必须跟我们人民站在一起。我们讨论的问题呢，啊，大家也必须像这个。其实没有那么多政治史可以讨论，政治史没有那么重要。公共卫生、食品安全，这有的很重要的历史可以讨论。然后这个历史书写，希望由大家来写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好。